Hello，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喺呢个平台见面啦。今日我哋咧讲嘅系失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嘅统计咧，全球嘅有睡眠障碍嘅人咧，基本上咧有27%，而加拿大咧都有超过1/3嘅人咧，瞓唔到觉嘅。失眠咧系可以好严重影响工作表现，个人情绪，亦都系增加冠心病、中风及死亡嘅风险嘅，同精神健康亦都好有关系。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一個題目，希望可以幫助一啲失眠嘅人士咧改善呢個睡眠嘅質素噶。咁開始之前咧，都照嚟同大家提一提啦。今日所講嘅食療方劑、一啲按摩嘅方法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參考之用嘅。咁如果你哋有個別嘅需要，或者自己有啲自己嘅一啲情況咧，請你諮詢你哋自己嘅醫師啦。咁開始之先咧，就都想同大家係講一下一啲有趣嘅關於睡眠嘅調查啦。世界衛生組織咧發現咧，全球有睡眠障礙嘅人咧有27%。而加拿大咧喺2007年嘅時間咧，亦都有發現咧，有加拿大咧有1/3嘅人咧係睡眠不足同埋係長期疲倦嘅喎。2016年嘅時候咧，中國咧嘅調查又發現咧，佢自己咧有成年人方面咧有差唔多40%嘅人係有失眠嘅障礙啦。2015年嘅調查咧就發覺咧，香港人咧喺呢個平均健康指數當中咧係全亞洲最低嘅。咁睡眠時間咧就只有6.5小時嘅啫。但係有趣咧就喺2017年有另一個調查咧，發現咧只係有22% 嘅香港人咧覺得自己唔夠瞓。咁呢方面咧就即係覺得可能係呢個調查本身咧嗰個有效性咧，即係可能係問唔出真相啦。但另一個可能性亦都係咧香港人係唔知道自己唔夠瞓嚇，因為有70%嘅人都覺得自己係OK 嘅。咁睇翻轉頭，香港咧係一個真係不眠之都啊，因為咧香港人咧係忙於工作啦，忙於讀書嚇，亦都忙於享樂嘅。咁咧，時時都係喺嗰個爭取時間度係分秒必爭，於是咧造成咧就好多失眠嘅一個問題啦。喺今年2021年，亦都有一啲調查發現咧，香港人咧係有40%嘅人係失眠嘅。咁呢個同中國嘅數字差唔多。咁今日咧就同大家係跟住落嚟就會講下啲關於失眠嘅事宜啦。咁我哋咧就上一張 slide 都有講到話，香港人咧只有22% 嘅人咧覺得自己唔夠瞓嘅啫。但係咧，我記得我自己翻香港嘅時候咧，就我做好多時咧都睇到呢幅圖片裏邊嗰啲情景嘅。譬如早上啦，或者係放工時間咧，我見到嗰啲人好多覺得係眼朦朦啊，喺度瞓著覺嘅。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可能其實係好多人都唔係好知道自己唔夠瞓。咁點解我哋會欠下一身睡眠債咧？點解我哋會即係時都唔夠瞓咧？咁欠睡眠債嘅指標咧係有幾個嘅，就係通常咧，譬如係早上起床嘅時候，通常咧就係覺得好辛苦嘅，一路掙扎咁樣掙扎好耐都起唔到身。另外咧就係喺週末嘅時候咧，就通常咧就比工作日咧瞓耐好多嘅嚇。咁另外有啲可能好瑣細嘅嘢，可能唔係好覺啦，就係咧對於屋企咧或者日常啲家務嗰啲細節咧，就好似覺得好難處理啊。覺得做唔掂啊，或者係好撈教啊，冇時間做啊咁樣。同埋咧，另外一個咧就係無論咧坐喺度嘅時候，閱讀啊、睇電視啊，好容易咧就變得好疲倦，就坐下就自己瞓著覺噶啦。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一個指標嚟噶，就係咧食完一餐之後，咁當你如果冇人同你傾偈咧，你坐下又會瞓咗覺噶喎。咁你有冇其他呢啲咁嘅問題咧？如果有其中有2-3條咧，其實咧你都應該係有好多睡眠債未還喎，咁所以咧要諗下要去還呢個債嘅。咁咧我哋咧就上邊嗰張 slide 就講到話啊，點解我哋會欠下一身睡眠債咧？咁最主要原因咧，因為我哋違反咗人體嘅生物鐘嘅規律。咁同人體生物鐘嘅規律咧有關嘅兩種激素咧，就係血清素同埋呢個褪黑激素啦。咁血清素同褪黑激素基本上佢哋嗰個原材料咧都係叫色氨酸嘅呢種氨基酸。咁呢種色氨酸咧就係當日頭嗰陣咧，我哋咧係去譬如曬太陽嘅時候咧，身體就會分泌出一種叫做血清素嘅成分出嚟嚇。
但係到夜晚嘅時候咧，呢種血清素咧就會咧被身體咧再轉化成一個叫褪黑激素嘅。咁呢個褪黑激素咧就係幫助睡眠嘅。咁即係話咧，當血清素減少嗰陣咧，褪黑激素就會增加。咁我哋幾時會出現呢個血清素會減少而褪黑素增加咧？嗱，睇下隔離嗰個生物時鐘嗰、那個生物時鐘嗰個圖咧，就係咧喺夜晚咧係即係九點鐘到嘅時候咧，褪黑激素咧就會係慢慢係增加噶啦。咁而呢個褪黑激素增加到幾時會開始停咧？就係日頭七點零鐘嗰陣咧就會停噶啦。咁即係話，如果我哋咧喺夜晚咧，即係應該係九點後鐘咧就開始，應該係慢慢要眼瞓，因為褪黑激素會令到人會眼瞓嚇，會想瞓覺。但係如果我哋咧一路都唔瞓覺嘅時候咧，去到譬如兩三點都唔肯瞓啦，到第二朝咧七點零鐘個褪黑激素咧就會減少噶啦，減少咗咧就你想瞓都瞓唔著。咁所以咧，即係話我哋唔係幾點瞓幾點瞓咧，瞓翻一定嘅鐘數咧，就係睡眠質素就係一樣嘅，唔係嘅。你咧喺呢就翻呢個生物時鐘佢分嗰個時間瞓覺咧，咁瞓出嚟嗰個精神咧係好好多嘅。如果調翻轉你話啊，我由夜晚11點瞓到第二朝七點，咁呢個咧就係瞓出嚟咧就應該係一個好嘅睡眠質素嘅嚇。咁另外咧，但係如果你話啊，我三點鐘先瞓到10點鐘，我都係7個鐘啫咁。但係咧，唔一樣嘅，因為身體嗰個生物時鐘咧係有唔同嘅安排嘅。咁點樣先至可以增加血清素咧？嗱，就好似我哋好多時咧，如果我哋去旅遊啊咁樣，旅遊時候咧點樣可以調整嗰個生物鐘睡眠嘅時間咧？就係、一去到當地，你咧就要咧就梳多啲曬太陽，因為曬太陽咧你就吸收，你身體就會轉化呢啲陽光咧成為一個血清素。而到夜晚嘅時候咧，就會呢啲血清素就會轉化成一個褪黑激素，咁你先就可以慢慢調整到睡眠嘅喎。咁咧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我哋調整睡眠嘅一個重要嘅一個規律。咁而增加血清素嘅因素係咩咧？有另外一樣嘢都可以幫到嘅，就係食物啦。喺食物當中咧，如果多食碳水化合物咧，譬如甜點啊，或者嗰啲麵包啊嗰啲嘢咧。甜品啊，嗰啲咧都會容易增加呢個血清素。譬如藥物咧，有種藥物咧係叫做 SSRI 嘅一種藥物咧，好多啲精神科藥物嚟嘅，咁都會係容易增加呢個血清素。另外咧係一種光源啊，藍光啊，就係日頭嘅時候我哋見太陽嗰種光線咧，亦都係增加血清素嘅喎，又會減少褪黑激素。咁咧，即係話，如果我哋夜晚瞓覺嘅時候咧，我哋多食甜點啦，或者係睇好多手機啊、電腦啊，咁咧我哋咧就會自然咧就會瞓唔著，因為呢種狀況咧會增加血清素，而呢增加咗血清素之後咧，咁嗰個人就覺得好醒，唔想瞓嚇。咁講到關於睡眠周期啦，睡眠周期一般嚟講係有4至5個睡眠周期，成個周期咧夾埋咧大概咧係90分鐘咁至100分鐘咁上下，就係位於一個周期。咁咧如果一般嚟講每人咧就一般係瞓4至5個周期咧就會應該係足夠嘅。但係如果瞓得唔夠呢個睡眠周期咧，就可能出現睡眠不足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想了解一下失眠同失眠症有乜關係啦？又分別喺邊度咧？嗱，失眠咧係一個症狀嚟嘅，所以咧不一定係一個失眠症喎。咁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對失眠有一個定義嘅，就係話入睡困難啦，或者係無法持續睡眠啦，或者咧係早醒啦，睡眠質素差噶咁樣。咁咧根據隔離咧就講得清楚啲咧，就話入睡時間咧就係多於30分鐘嘅，難以維持睡眠狀態又點啊？易醒，睡眠中咧有噩夢，又好容易驚醒嘅。咁咧亦都係可能咧係提前1至2個鐘頭就醒咗啦。實際睡眠嘅時間咧係唔夠6個鐘頭嘅，係唔夠6.5個鐘頭嘅。瞓覺即係醒覺嘅時間咧就多於30分鐘。而瞓醒之後咧，個人又覺得係好掹掙啊，自覺頭暈即係腦脹啊，專注力唔夠啊，煩躁啊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中醫對失眠嘅一啲嘅定義，而隔離咧就係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嘅一啲嘅定義。咁所以兩者咧係有少少分別。
但基本上咧，如果係話咧係偶然失眠一次，譬如話啊，我聽日要去旅行，或者去邊度，或者做啲乜嘢，有啲壓力，咁咧一兩晚瞓唔着咧，咁咧就唔可以叫做失眠症嘅。咁或者突然間咧有個 project 要做啊，或者有人結婚啊，或者係做啲乜嘢啊，咁咧就兩三個禮拜都瞓唔着啊，咁呢啲咧就係都算係失眠症啦，但係一個短期嘅失眠症。但係咧，如果去到3個月，都冇解決到一個睡眠嘅問題呢，咁呢個就係一個長期嘅失眠嘅問題嚟㗎啦，嚇，咁即係叫失眠症啦。咁最明顯呢，就話唔夠瞓呢，就好容易影響個人嗰、那個即係自信啦、精神狀態啦，嗰、那個仲有個影響嗰、那個有擔心自己嗰個工作表現啊，係咪可以做到自己時間即係安排要做嘅種種事情啊，咁樣啊，咁樣。咁咧就呢個係失眠帶俾人哋嘅一個嘅即係困難，亦都係一個即係呢個擔心嘅。咁所以咧，失眠症咧係唔包括偶然失眠嘅，亦都唔包括嗰啲咧因為各種痛症啊、發燒啊、咳嗽啊引起嗰啲嘅失眠嚇。仲有咧，譬如話有啲某啲病會令到人哋失眠嘅，咁呢個譬如話半夜起身小便，成日都小便幾次嘅，咁瞓唔到覺，咁呢個亦都唔算落入失眠症嘅範疇，咁所以失眠症咧，長期嘅失眠症咧，主要係同呢個精神狀態有關嘅，即係譬如話一啲精神因素啊、焦慮症、抑鬱症或者精神分裂啊，或者嗰類咧，即係一啲嘅情緒困擾影響嘅咧，就叫失眠症㗎。以前咧有句説話咧，叫做夏日炎炎正好眠嘅，但係實際情況咧，就事實上係夏日炎炎不得眠啊。原來初夏咧係一個失眠嘅高發期，咁點解會咁呢？因為一年四季裏邊都可以發生嘅喎，但係初夏特別多嘅。咁原因係咩呢？主要係因為嗰個氣候變化啦，日頭日光嘅照嘅時間係大大增加啦，咁好早太陽好早出嚟啦，咁啊就即係可能6點幾已經射入屋啦咁。咁咧平時咧，同時咧嗰、那個即係暑熱咧，亦都係覺得好令人好心煩。加上天氣潮濕咧，又好似好翳悶咁樣。咁咧適應呢啲咁嘅情生即係個氣候嘅改變咧，身體需要一啲精力。咁咧好容易就會引起個腦部分泌呢個激素啊，變得紊亂啊。咁情緒咧就會容易波動啦。喺中醫嚟講，呢種情況咧就叫肝氣上揚啊，或者叫心火偏旺啊。如果係身體適應能力差，或者本身亦都有一個失眠嘅狀況嘅咧，更加容易失去呢個平衡啦。咁中醫咧就叫陰陽失調啊。咁呢種情況都會容易誘發失眠嘅。咁對於嗰啲咧身體比較體質好啲嘅人嚟講咧，就基本上唔係問題嘅。但係偶然咧，可能天氣太熱啦，咁咧都會瞓，即係容易醒幾次啊，咁樣都會干擾咯嚇。咁所以咧，失眠就成為一個喺夏天嘅時候成為一個高峰期啊。咁咧就講到失眠帶俾人嘅危害咧，其實大家都好有經驗嘅。一個瞓得唔好嘅時候咧，就朝頭早咧個人已經變得煩躁啦。或者冇胃口啦，嚇，或者突然間變得即係冇節制能力啦，咩都亂食啊咁樣，咁嚴重咧就會引發呢個高血壓啊，同埋其他嘅一啲嘅情況出現。咁睇下隔離我哋睇到個研究咧，就係話2019年咧，香港中文大學對青少年罹患心臟病同埋中風咧做咗一個調查。咁發覺咧，青少年人咧，當佢哋咧即係唔肯瞓覺、青春無敵嗰陣咧，覺得享受緊佢哋青春嘅時候咧，佢發覺咧，原來呢啲青少年咧，失眠之後，佢哋個血管個頸嗰個血管嗰個動脈咧，係中層同埋呢個底層咧，係變得越嚟越厚，咁咧就出現一啲嘅即係血管即係收縮嘅情況，咁甚至係成為一個有閉塞嘅情況添。咁咧呢種情況咧就會影響血管嘅血流啦，亦都會增加冠心病同中風嘅死亡嘅機會嘅喎。另一項調查咧就發現咧，當睡眠不足嘅時候咧，決策能力咧就暴跌50%嘅，而溝通能力咧亦都下降30%，記憶力亦都唔見咗20%，最慘咧就係專注力咧就大跌75%嘅。
咁即係話咧，當我哋咧同人哋講嘢嗰陣咧，基本上咧溝通都出現困難啦。另一方面咧，睡眠不足咧對中年人嚟講影響係都好嚴重嘅。如果中年人咧好多，譬如話佢平均每晚瞓嘅時間少過6個鐘頭嘅話咧，到佢70歲嘅時候患上呢個失智症或者其他即係腦退化症嘅問題咧，係比其他嗰啲人咧係高30%機會嘅。咁呢個研究係基於2021年，即係今年咧4月嗰陣喺英國嘅有個調查係發現嘅。另外咧，長期失眠亦都會導致一啲精神嘅問題嘅，即係譬如一啲抑鬱症啊，或者一啲焦慮症啊，甚至係好多人會出現一啲自殺嘅傾向啊咁樣。咁可想而知咧，我哋咧如果長期失眠嘅時候咧，就會導致身體好多嘅即係生理嘅心理嘅反應。咁我哋如果唔重視嘅話咧，就會對身體構成一啲唔可以彌補嘅一啲嘅問題㗎啦。